Rosemary 琴晚出席电影慈善首映礼，做乜着得咁性感啊？唔系，因为啱啱好有啲 meeting 啦，同埋我冇得闲帮屋企换衫。同边个开会呢？导演啦。系咪会专注电影嘅发展啊？希望可以多啲机会啦。因为我啱啱好开心，我 can do more acting。你喺内地有冇拍戏嘅机会啊？看机会啦，因为现在刚刚开始跟导演谈一谈。系外国定系内地嘅导演呢？是外国导演。会唔会继续模特儿嘅工作啊？希望可以做多的多一点模特儿的工作，就是现在看情况啦，因为我比较希望可以做可以拍戏。